are here at MSI 2021. Unicorns of Love get a chance at revenge for that match they lost yesterday. There's a lot of pressure on these guys. Nomad trying to make it happen. You never want to be 12 kills down in a game like this. Perfect roam from Ming. That is going to be the ace from RNG. Losing to RNG is pretty rough. And Unicorns, they copped that twice. I think our game against BGG, we are the better team and we are better players, so we should be the second place in our group. Pentanet GG up against Unicorns of Love. Who's going to get that second slot in Group A? We had a really rough start, but everyone back home is so supportive of us. We're going to make them proud. I think UOL 的话应该就会很大一些。Pentanet losing to RNG was expected.As RNG are not taking it easy on this group. In our camp, we take our losses not too rough. And you could tell that Unicorns were definitely having a rough one, so it was time to strike while the iron was hot. What a tough day of League of Legends for Unicorns of Love. Fantastic performance from Pabu. I mean, they saw blood in the water, they went for it. Heard y'all were talking shit. What you gotta say now? 15 for 15.On the kills there, and this group just got a whole lot more interesting. I don't know. Actually, don't know what to say. Unicorns of Love are going to go 0-2 on the day. Pentanet GG tied up 1-3. We worked really hard this year, and we just should win. We have to win. 信心还是满足的。RNG is really tough, but if they make mistakes, we will win the game. This is just the start. Unicorns of Love.We're sending you back to Russia. It's going to be a cold summer. Jack it up.来说拿的会比较轻松一点，也另外的代表就是 Unico 或者 PGG 其中一方能先拿下一局的话，对上 RNG 的比赛说不定就有机会可以晋级、你看直接进来暴打一顿，那锤锤，但这个再走进草就脸上就是一阵的招呼，在上半部的位置 ，BOSS 已经往小虎身上砍、拍打，我在砍，站着链子甩到，你看血量有点低了。一个 TP 可能要交出来，不过上半部有没有机会继续的 A 继续的 A，BOSS 没有想要停 A 到底，闪现不慌啊，就绝杀、导播怎么拉掉了？看来是没死，因为中路要单杀了，快一两分五十秒、单杀。虽然维克特其实也没有很好打赛勒斯，但应该也不至于会完成这样吧？他被一个小兵子追着啊，有一个小兵子追他，然后他在旁边一直拉那个小兵，然后拉到了。快面前，哎，当然还要看他大丢的多好啦，这是我们是那个 NSI 也看过几个，这个蓝宝大也是蛮壮观的，没错，有点危险的。而在中路的位置，终于来了一个好消息，阿纳斯可是来中路抓快硬了，快硬有个闪现，赶紧往后拉。后面是维 Q 一个吗？直接闪现 Q 正面留住，要痛打阿纳斯，阿纳斯死了，不过后面有个 TP 是 BOSS 选择下来支援，闪现快硬，快硬被留住，不过后面有个明明直接想来救，不过还没救到，快硬已经倒下了。明被卖前面之后是牛的一个 combo， 灯塔的进场破着 RNG， 必须交两个闪现才能撤退。哦，这里其实，在蓝宝为了救 Nomads 这条线，感觉还有哦 ，Q 一个，追，又有 ，Q 到后的塞勒斯 TP 太阳神剑正面命中，灯塔是。因为野蛮冲锋加大地粉碎，想要留住前面有个球果，但球果在面前却被刘娜的 Q 技能给直接敲死。
没有跑，往下去走。这个不能打，这个要退吧。哇，蓝宝想要打，交了一个闪现，还有还可以跑。继续拉扯，不过是一个贴脸的暗影禁锢，后面来了是开影搭上雷欧娜，两个人蓝头蓝宝大开烧，互相烧，未烧。哇，这里好像不差。因为他这里还是交闪了，但河蟹没拿到。下半步想抓 Gala 一个 combo 没有成功 ，Sentas 反被卖在最前面的位置，围从后面来，禁锢逼出了 Lodic 的咒语暴风。后方位置 ，RNG 的目标还是 Sentas， 点燃在身上一个普攻连点，空大喽。人头给拿下之后，收毛的 Lodic 想继续的点收下围，有点困难，围的状态要200多滴。这里他有进化了，所以他有操作空间。哎呀，在另外一边，快直接撞到阿纳斯克，交了一个闪现的宽影，是到别人的家中了。闪现位置不太好哦。混沌蛙炸在脸上，宽影还在撤退。这上半部其实一个二打三 ，Unicorn 有机会包围。夜曲来了，正面一飞想要杀，宽影是过了墙之后再锁链回来打了一套，尝试换人头，但没有成功。BOSS 控到，有机会杀嘎啦。是，但他。哎呦，这个 TP 有机会吗？维克特抓，不过刚才要跑 TP 先来的是 Nomads 一个混沌风，哇，技能 all in 直接秒杀，大姐都还没啊，大姐没 CD 好，直接技能就可以 all in 殴死。后面阿纳斯克等离子飞弹搭配的 Sentas 的 combo 没有成功，左边围哇，大两个身亡的一个明，想要尝试击杀，闪现进来前四个，想要尝试千爆交一个惊人灵魂枷锁蹦开，直接带走了对面阿纳斯克前方位置 ，Crying 进场，哎，没练到英雄哦，欠了个小兵在前方位置被四人的夹击，想要尝试。脱逃，用一个弑君之道回血，收下牛的人头之后往右边走，再一个滑行想跑，但追上来了。BOSS 搭上了后面的 Nomads， 想注入伤害，最后想换人头没换到，反而被 Nomads 拿下个 double kill。这波灌在对方一只英雄脸上的，所以被打了一个 ace。来看一下前面这一波，看起来是 RNG 仗着自己的优势想往前一点，却被轻松的 combo 到。哇、哦，这个牛好秀，他是 W 兵，然后 Q 到 Gala 的位置，闪现拍一个牛领。哇，玩得好喂、欸！秒掉了 Gala， 玩得好，玩得好。但后面就有点硬要了，而且蓝宝这边在没有视野的情况下，是直接盲丢一个大绝，打出一个伤害，把小五跟明打残之后，后面的拉打 UL 就打得很完美。这里 RNG 的伤害确实是不太足够的哦，但给出了一套不错的效果，但围在起来的瞬间也是死亡。后面是快影的进场，虽然他很肥，偷了一个牛的大，也很硬，但没办法啊。而且一等的牛的大出起来。效果还是比较差一点，主要是他伤害跟他的那个 CD 技能级数还没拉起来啊，是，所以他没有办法一直用他的 W 跟牛的大学去维持住自己的血量。疯狂甩链子，哎呀，教练，他们不是刚不是赢了吗？哎，不是，还没赢啊，只赢一波啊，兄弟，已经赢这，不是打出这波，只赢一波、啊，跟 RNG 打赢这波，那就是值得骄傲、啊。这跟一些队伍抽签之后就在欢呼有什么两样？那是一定要啊，怎么已经在庆祝了？你不能自己觉得输、哎、这波打一定要开心，那也不能觉得自己赢了吧？太快了吧！来到上路要抓 BOSS 被留住在塔前，哇，两个大汉。凯撒在后面打菜也不好打，然后鳄鱼跟摩甘娜后勤是更哦，左边的一个蹲点，没想到是偷夜曲大的塞勒斯 crying 从远方飞来，直接秒掉了正在蹲点的 Anastic、来得这么突然，没错，在草丛另外一边，中左紫草抓到了一个围，还是围抓到了人，暗影禁锢打败后面的 crying， 不过死前的 Nomads 混沌风暴还是炸死了围，这样子，小龙也是轻松获取，不过 Unicorn 有点想法了，准备要赶过来，我觉得要给这个打起来超抖的，不过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Unicorn 想要尝试进来 ，crying 先偷了一个牛的大招，昨天直接前进牵到一个维特打败后面的明，一波的 all in 把 Nomads 给直接秒杀，路人圣王直接炸。BOSS 现在只能关着一个灯，看着前面的队友一个个在黑夜之中被人给抓走，这是什么？弗莱迪惊魂夜吗？再一个 Q 啊，后面会再一个锁链，一个失踪又回到半血，阿纳斯克回不到自己的老家，被凯扎嘎啦拿下了个 double， 来不及了，再看这个位置就知道来不及了。蓝宝大绝，来吧！远程的飞弹，但没有办法。Okay、最后圣塔斯走进去的时候，巴勒已经掉了。小五的位置完蛋，进来。还是要被留在最前面，后面是小五的包抄。TP 要来再一次的关灯，蓝宝大姐其实打的还不错 ，RNG 想要进来是有点困难。不过后面的小五一个扛五个，等队友到场，这样一技能想退，不过被叉牙给收下人头。这一波 Unicorn 有机会往前走吗？窄口区还是走不出去？输出开始了，垫起来，垫起来，来回的拉扯。不过右边有个圣塔斯在隔岸观火，有个 combo， 从右边的进场直接打出了个机会。塞勒斯快也是选择旅客，看吗 ？TP 再回来，哎、这个应该杀得掉，这个杀得掉。只要 TP 回来了，但明能活到吗？并没有办法被 Nomads 拿下人头 ，Crying 只能赶紧的撤退。这个不能，这是你的大功哦。对，因为这里其实 Crying 有点送了啦，他在偷牛大绝之前状态就已经掉得有点太低。但鳄鱼这个位置基本上，为什么凯撒没有飞过来啊？他怎么没有飞过来抽人啊？然后后面是可以看到蓝宝的大绝跟
后面维克的伤害把 RNG 人都给劝退掉了。因为这里通常如果要打的话，一定是鳄鱼搭配凯莎来把一个后排给抽掉。是的，这里 Santas， 哇，好美，太美了，一个礼物送给大家哦，好不好？你知道这波打完最开心的是谁吗？谁呀？这最不开心的应该是 PGG。哎呦，因为只要 RNG 输 PGG， 不过 PGG 就还是拉在8000块，而且 RNG 其实还有一个人握有了八王的效果，中路位置 Logic。对，但现在对，或者说被交出了技能，后面的位置过来这样想救援，却被波干大的 RNG 不给弄走，一个锁链牵上，就算有个坚定意志，还是承受不住伤害要倒地。永恒之霜的效果是被挡住，不过中路的位置抓一个机会是已经没有大的差呀，还好狂风之力救了他一命，不过回头了，这里可以打，可以反打，可以反打吗？能够撒吗？撒在宰狗区一次烫了三个人，但能走进去吗？夜局开大是从中路一个落单的 Gala， 不过 Gala 还能拉套了一个摩根拉护盾反身的回点，这个画面有点像冠军赛的 RNG 的对决，差点没死，后面的人员还可以做进攻，一个路人圣芒直接炸到了 Nomad， 这边被暗影进攻给框住了，后面还有个鳄鱼的爆抄，直接让快影拿下了一个 double kill。不危险吧？不危险，没事。就是这里没办法嘛，就是被偷了一个大绝。那其实照理来说，夜曲也不能被偷到大，因为他有一个护盾，应该去躲掉、规避掉那个大绝。但这里应该先关灯，这里就该关，然后那个大绝撒下去，其实就是一个 UL 很好的机会。但这里你可以看到，蓝宝撒大绝位置跟夜曲进场的位置，完全时间点是不是在同一个线上的。是。那后面差呀，看到对方嘎啦一残，也想要秀一下，没错。那结果被换掉，那后面直接爆炸，抓个正着。后续的混沌风暴，死前的一烫，明是有点小尴尬，因为他后续被烫死了。那刚刚唯一打赢 RNG 一把机，这好像是一些就是武士修炼了几百年，对，就为赢那一场。正义的一拳挥了个365天，来到了中路一波的开战。明的一个海克斯闪现冲出来，搭配后排的进场，不过这波要秒杀前排人员有个惊人。竟然拖了时间，阿俊俩可以撑，在后面的位置是小虎虎大将军，把后排都给切光，前方的位置也是沦陷了。尝试想要击杀的 BOSS， 最后的力量想要收掉 Gala， 可惜没有成功。哇，这波明直接秀爆了，他那个海克斯闪现出来的位置太完美，而且刚刚我仔细看 Nomad 的闪现差一点点，是，所以他被切开的情况下，他为了躲雷欧娜的大绝，他是往右边跑，所以跟队友分散了，那闪现就差一点点，所以他已经尽他可能的把伤害给打满，但这波团战还是没办法，RNG找到了一波很漂亮的进攻时机点，中路的进攻，巴龙出了啦，所以他们是迫使UL要先带中线，然后去巴龙